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要你计算这个值啊，这等于多少？这个哈、哦，它有几个户的？这有三个户号，这两个户号嘛，所以的话五个户号，所以这是户的。哦，二的三次方是八，乘以三的平方这是九，减掉里面绝对值多少？户六，这是一啊，户六减一嘛，所以这是七。哦，这户七加绝对值是七，那这个户的五的平方是户二十五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九八七十二，七啊跟二十五了，加起来是四记一嘛，这一百零四了，所以是户的一百零四，所以答案是户一百零四。